那海上老司机他强专业户板栗酱，身为一介身经百强的浪子，我曾一度以为我的使命就是和无数老公老婆们一起欣赏月光的美丽，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居然也会有浪子回头的一天。虽然只有一天，哎嘿，这位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总要带点绿的男人，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究竟出卖了多少的色相，才能让板栗酱不爱提瓦特啊，呸，不爱江山爱美人。本期视频未名氏车王板栗酱将为你解说未名氏大型宫斗剧之贵妃醉酒。本期莫弈新卡再度封神，有人被古王迷的神魂颠倒，有人被剧情震的原地回坑。提问屏幕前的各位夫人们，莫弈本次约会最戳你的是哪一点呢？请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莫弈不愧是未名古王，随随便便一张特写都能在老色批的叉 P 上蹦迪。这一幕我直呼在现场，我就是那个酒杯。我就想问，有多少夫人在看到这个画面之后爬墙了？今天又是理发店生意兴隆的一天呢。但是在我看来，莫弈本次约会最色气的必须是莫弈这走位风骚的两次连招，随随便便喂个葡萄都能喂出妖妃的味道。古王不愧是你，当莫弈提问好吃吗的时候，我疯狂点头啊，那可太香了，那可太好吃了，这个男人实在是太美味了，谁吃谁知道。然而整个约会的色气巅峰，在我看来这一段间接接吻直接封神，这甚至比以吻封唇还要色气。吻是直接的动作，本身就是将幻想照进现实，但又堵死了其他的可能性。但是莫弈的这个动作却充满了更加不可言说的暗示，他想品尝的究竟是酒还是你的味道呢？这表面若即若离实则入侵感十足的挑逗，让人不禁开始想象，竭尽全力克制自己的莫弈，他的心中究竟住着怎样的一只猛兽呢？在越过需要他自我克制的界限之后，他是否还能满足于浅尝辄止？仅仅只是手指碰触脸颊就如此令人酥麻，那如果用他的手指碰触你的其他部位呢？如果用他的其他部位碰触你呢？用他的其他的力道呢？性感最高级的境界其实就隐藏在这无尽的想象之中。我原本以为这就是这个古王的实力巅峰，万万没有想到当莫弈发出大招时，这深谙老色批叉 P 的此时不露胜全露将我原地杀必死。什么叫做此时不露胜全露？就是在他身上穿了，但是在你眼中没穿。而当这个男人又能将人生生溺毙的眼眸深情地望着你，用低哑暧昧的声线在你耳边呢喃时，你要丢下我不管吗？就在这里陪着我。身为一介海王，我竟然在这一刻感到了一丝心虚。什么提瓦特，什么公子，什么钟离，我不是，我没有。莫弈，你是我永远的正宫啊，你要相信我啊。古王的魅力就在于你明明知道这个男人是在刻意装醉蛊惑你，但你依然心甘情愿为之沉沦。莫弈本次约会直接封神，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车速之最，他同时也是甜度之最、信息量之最和深度之最啊！从精灵小镇的恋爱传说，到支线剧情的今夜我爱你，到一起种一棵葡萄树，莫弈这一句要在重要的日子一起品酒，我直接快进到你是说婚礼吗？莫弈的花式直球表白实在是套路太深了，原来这就是文化人的恋爱吗？爱了爱了。而女主这表面害羞实则心照不宣的表现，这明明就是热恋中的情侣，实锤了吧。我原本以为这就是一次莫弈出卖色相实力演绎的大型都市伦理剧《回家的诱惑》，万万没想到莫弈这是直接打算交底结婚啊。你会有不愧是老谜语人了，原先在微情花田里所有的线索全都串起来了，而我次次毒奶次次歪谢瑶脸已经被打肿了。而本次莫弈身上所有的谜团揭晓，也让我明白了看似完美的莫弈生其实最为残缺。医者不自医，莫弈
无法医治自己那由于太害怕重蹈覆辙而过于追求完美的心病。他的内心越是恐惧，他就越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变得完美。而他越珍惜一段感情，越要自己亲自掌控每一个细节才能安心。表面上看，莫伊的身份和地位已然站在了顶点，但实际上在爱情里，他才是被女主，也就是你，温柔而坚定的领导的那个人，需要一步步被你拉出泥潭的那个人，需要一点点由你牵着前行成长的那个人。而本次女主的表现也一如既往的没有让我失望。女主这细腻的共情，隐秘的关心，即使是想要温暖他人，也从来都是温柔的，不让对方有丝毫不适。这样的妹子换我，我也会心动吧。也难怪莫伊会说出尝过糖的小孩子可是很难承受失去的。女主实在是太宠了，太甜了，这种双向宠溺甜度真的超标了。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未定事件簿，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细腻的画风、精良的技术，而是深入到这款游戏内核的精神和价值观真的很打动人心。无论是主线和支线里，在见证了种种残酷的现实却依然美好澄澈而又坚定的信念，还是在感情中相互扶持彼此为盾的心意，都很难让人不动容。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未定总能把我这个四处爬墙的海王一秒捉拿归案吧。不过莫伊啊，虽然你的计划是很美好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想获得女主亲友团的认可，首先夏燕这关你就过不去啊。再加上层层的通风报信，小心索然把女主按在特弥斯，一心事业，无心恋爱，杀敌一千，自损800啊。莫伊啊，兵贵神速啊，别管什么亲友团了，直接生米煮成熟饭吧。我是鉴赏大师板栗酱，哪里有小哥哥哪里就有我，欢迎关注哦，我们下。